哦。成群的。哇塞，卷仔游到这边来，太会游了吧！它上游冲下来，那单子。没有什么动物的骨头。小山沟，小山沟是马口的起源，是吧？哦，哦，还是小只的，那卷仔无敌啊。这个点，哦，上面有机会再去吧。马口鱼，这尾西哥很健康，
你的马口。看吧，很健康啊，超级漂亮的，很生气哟。哇，这一只母的。母的西哥，小西哥，西哥，很庆幸这边的西哥现在都没有黄西虫。
好了，刚刚那个人是在，他是在泡脚，我快下雨嘞，好了，天空超黑的嘞，赶快闪了，啊，大雨来了。他泡脚应该没事的，他就在岸边而已。好，再一次呼吁大家啦，这个丢垃圾实际上很简单，捡垃圾实在很困难。有时候你从桥下丢下去的垃圾，别人要从桥下再把你捡上来，非常辛苦啊。你可能觉得不在意啊，但是你这些行为可能会祸延到子孙啊。哎，冰箱里面装的不是鱼啊，是垃圾。现在溪里当然还有鱼啊，那未来希望溪里不是只有垃圾。好啦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